感谢国联10月13号一起来罢免，刚好蔡仁团你在旁边，从旁边经过，那你也用很大的包袱去回应他。哦，没有关系，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原祭，那表达意见我们都完全尊重。那就是大家距离不要太近，有一点点安全距离，我个人会建议这样。昨天是基隆一年一度的中原祭游行，但在这么大的庆典上面，却看见服务台直接摆放着反罢免的政党宣传物，游行范围内更是随处可见身着反罢免背心的人士。中原祭直接成为另类的谢国梁造势晚会，完全不见尊重传统文化的心态。并且根据公务人员行事中立法第10条的规定，公务人员对于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或是公民投票，不可以利用职务上的权力机会或是方法来去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权或一定要去行使他的投票权。市府主办的活动上面公然宣传反罢免，恐怕已经违反了公务人员行使中立法的规定。长谢国梁，草皮市长谢国梁，你拍不到这个啊，远一点的。草皮市长谢国梁，10月13号一起来罢免，10月13号一起来罢免。皮市长谢国梁，好，谢谢。谢谢谢谢用金喜的大家都很主席是请定谢国梁一起安理快归完林佩霞用来大家请安门后恭喜啊，祝大家好啊，平平安安，大大小小快快乐乐啊，各行各业身心如意，祝福大家平安喜乐，谢谢大家参加那年用金喜的呢多年大云，谢谢谢谢市长谢国梁跟我们立法委员林佩霞向大家请安问好，从中元嘉庆每天同庆，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各行各业顺顺利利，阖家兴旺，万事如意。感谢，谢谢大家，各位咱家大家同庆市民好朋友哈。市长谢国梁跟咱的立法委员
林佩祥，咱雄心是大声安好，同时也祝大家大家好好平平安安，大家好，谢谢，快乐，大家好，谢谢平安，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继续的把这些当作我们努力的原动力，那继续打拼，谢谢。嗯 ，OK。好，有没有问？这样讲一下，就是说刚刚一路过来啊，好像很多民众这样子跟你打招呼，跟这么样的一个热情的支持，对，那你怎么看这样子？其实这个大概有一点反映出来，目前基隆的民情就是对所谓的罢免是感到比较厌恶的，说实在是这样。那我觉得在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我们的市政。那当然也需要用更多的政策跟更好的施政内容来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我们基隆其实是一直有在进步。像今年的基隆中原祭就有更多的亮点跟更多的观光元素，我们会继续努力。刚好蔡人团体在旁边，从旁边经过，那你也用很大的包袱去回应他。哦，没有关系，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原祭，那表达意见我们都完全尊重。那就是大家距离不要太近，有一点点安全距离，我个人会建议这样。嗯，谢谢。好，谢谢。OK， 谢谢。来，謝謝。好，你有两个。昨天是基隆一年一度的中原祭游行，但在这么大的庆典上面，却看见服务台直接摆放着反罢免的政党宣传物，游行范围内更是随处可见身着反罢免背心的人士。中原祭直接成为另类的谢国梁造势晚会，完全不见尊重传统文化的心态。并且根据《公务人员行事中立法》第十条的规定，公务人员对于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或是公民投票，不可以利用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是方法来去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权或一定要去行使他的投票权。市府主办的活动上面公然宣传反罢免，恐怕已经违反了《公务人员行事中立法》的规定。谢国梁，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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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国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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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谢国梁，加油！加油！好，我们再一次，好吧？谢国梁，加油，好不好？谢国梁。我想蒋万安，大家讲我爱你，好不好？蒋万安，我爱你。蒋万安，我爱你。蒋万安，我爱你。万安，加油吧！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不要喊我。加油！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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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谢国梁，加油！谢国梁，加油！谢国梁。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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